你去把岳之瞳以我的名义拍下来。岳之瞳是上个月咱们公司新上市的那款吗？7300万那个？对。好的，我去安排。哦呦，原来我们夫人生气一下，居然值7300万啊！ 这是哪里？我是在医院吗？啊，安乔，你醒了？怎么样？还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啊，沈老师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去店里视察，路上刚好碰到你晕倒，护士给你换了病服，医生说你低血糖，怎么这么不会照顾自己啊？对不起啊，真是麻烦你了。 没什么麻烦的，安乔，我们真是好久不见啊，有1年了吧？嗯，沈老师，你能回国，我真的很开心。听说你在森宇实习，打算以后就在这方面发展了吗？嗯。好，那么要加油。我一定会努力的。安乔，你好一点了吗？ 男神，不，沈先生，你还在啊？你朋友回来了，我还有事要做，就先离开了。好，沈老师再见。会再见的。辛苦你照顾安乔，改天见。是，改天见。啊，安乔。 你怎么会认识我男神的？你快老实交代！你不要吵啊！沈老师刚走，他会听见的。他是我高中时候的特聘老师，教过我半学期的英语。你不知道，你突然在街上晕倒，吓死我了！这个时候，我男神就冲了出来，把你抱到了医院哦。什么？他很担心你呢。大概因为我是他的学生吧。 我喜欢他这么久，可他其实只当我是个学生而已。医生说你摔倒的时候磕到了头，可能会有轻微脑震荡的情况，今晚要留院观察哦。嗯，我知道了，你早点回家吧，我一个人可以的。那我先回去了，明天再来看你。嗯，好，再见。 这是什么声音？有人走过来了！啊，你是什么人？宋安乔，我要杀了你！是梦啊！宋安乔，谁？楚飞远，是我。你怎么生病了也不告诉我？ 你别过来！你别过来！我求你别过来！你不要杀我！我错了。安乔，我都是我的错，是我早上吓到他了。安乔，你冷静一点，我只是来看看你，别害怕我，好吗？ 别怕，都是我的错，别害怕我了。